摆摊卖烤红薯也有一个多月了，生意一直都还不错。今天我们就不出小区了，就在小区里面卖。准备了50斤，看能不能卖完，看要多久卖完。我们上午会把炉子洗好，下午2点左右生火。因为现在天气冷，炉子热得慢，然后下了点小雨，生火也很难生，所以都会提前准备。第一单来了，买了2个。洗完先可以吗？粉的有，今天刚好烤了几个。烤了，我也烤了8个。可以吧？我也洗完钱呢。洗完钱是。看瓜尾巴，8.4块，这两个8块钱。你昨晚都太便宜。你要数学给你两个，不是给你填是吗？学不是给你填。4.5块。本以为今天要凉了，没想到5点多的时候生意还不错，被团团围住。要几个？2个。什么东西？走了。烤的更香。烤的更香。这两个10.9块。5个基本都卖完了。我靠！就这一波卖的还是不错的，现在就是还有好多没熟。我靠！不要去动啊！我。在小区里面感觉也还好，你看这筐子里面的都已经加完了，谁还弄那个橘子皮到那里？然后这里面的话，炉子里面大概还有20来个。再等一等，应该也可以卖完，因为没熟，还有没熟的。Hello， 你今天穿的真漂亮。8个。我昨天这个熟了，这个熟了。这个好多糖。是。现在是7个啊。45会不会有点多？不会不会。好的，小朋友。嗯。二姐先打包。先打包是吗？我们准备收摊了，全部卖光了。对，刚刚那个大客户一下买了8个，昨天买了6个，昨天他也有8个，但是没有那么多。嗯，收摊，没有啦，没了，啊。